鲜花耳朵，两个木呢，要有个对比关系了。我们画这种兔呢，熊猫兔，黑白花的啊。我们把脸上的花画上，这边画，这边留一个这个豁啊。豁口留一个，然后啊，我们画眼睛。我们夸张啊，为了夸张呢，我们把这个小兔的眼睛画得圆一点，可爱一点。然后用这个重墨在兔耳上破一下。好，画到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叫勾。虚起虚收的线条我们已经讲过了，我们用一些虚起虚收的线。然后接着这笔呢，我们把胡子画出来。然后呢，这个地方我们就把兔子这个耳朵给它烧出来，拿笔轻轻的一带，啊，就可以把它带出来。大家看啊，看到了吗？怎么有回音呢？